省事大概一分钟。新西兰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上上直播，今天就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分数问答，来吧。元旦跨年的话，日本大家都等着跨年，还是早早就睡了呀？有活动一起跨年啥的吗？在日本的话，还是大家在家里等待跨年那个瞬间。那时候一般看电视比较多，也有去神社初詣的人。初詣是这一年第一次去神社参拜的，这个行为叫做初詣，对日本人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不过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的话呢，在酒吧度过也行，跟朋友们一起吃着火锅度过也行，方便跟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度过的比较多，不是吃人的活动。日本有最近国内很流行的水果茶吗？那里的水果那么贵，会不会水果茶比一般的奶茶贵？这个东西在日本还没有开始服，所以呢，看珍珠奶茶的现在的热度。虽然有可能是成本的问题，但是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去日本开始生意的机会。鸡婆鸡婆，我也开始和你一样掉头发了，怎么办？有什么好的护理头发的方法？我还想知道日本一年的假期和中国的假期哪边多？鸡婆，日本有适合带小孩去的餐厅吗？去东京玩了5天，我居然好像没有见过小孩子。现在我有小孩子了，想带去日本玩，又觉得日本人好像特别在意公共场所安静啊、隐私什么的。这个点我有点尴尬。跟中国比较起来的话，带小孩子去比较麻烦。有些餐厅里别人不太喜欢小朋友吵起来，所以给你建议提前查查看啊，比如说台长那边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，去那边的话完全没有问题。我觉得日本人要更宽容一点。马上就元旦了，鸡婆什么时候回家？多久回一次家？今年31日回中国，不是再回日本。来到中国之后，第一次跟家人一起跨年，所以有点开心。那时候我给你拍初詣的视频，然后我大晦日的话比较期待 Nasty 的视频 ，Nasty 的节目，就是 Nasty 就是日本版的美丽，他的节目非常有意思。日本的男生都很污吗？不会像动漫那样私藏小黄书吗？私藏小黄书哪里污呀？不过今天的封面有点性感，是不是你们看封面点进来的？呵呵。鸡婆对于日本动漫改编成真人版怎么看？英文做得好，还有的话有什么呢？但总的来说不好看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什么很成功的真人版的电影给我们安利一下？我有看过真人版的《青影少女的 A》。日本高中生不学习休息时喜欢干什么？拍抖音。想知道日本的拉面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感觉动漫里的拉面都看着好好吃。中国人最喜欢的是豚骨拉面，对不对？酱油味、味噌味的话，日本传统的感觉可能觉得你们不太那么喜欢。不过大家不要担心，在日本还是有很多种类的拉面。这个柠檬拉面，还有这个蓝色拉面，还有这个黑面条拉面，你们要选哪个啊？这个的话比较能接受吧，非常辣的拉面，反正我不行。鸡婆三三，你今年用一个字概括的话是哪个字？一个字，那这个吧，变。今年实在很多事情一下子发生了，太复杂了，对吧？顺便，在日本，画数が一番多い漢字はこれです。タイト。三个云念胎，三个龙念头。那所以呢，结合起来念太头或者太头，怎么说呢？记住这个，也没有什么卵用。以上全く役に立たない雑学のコーナーでした。以上全く役に立たない雑学のコーナーでした。没有用。